今日好開心啦，請到陳俊樂咧接受你訪問啦。Hello 樂仔 ，Hello Hello， 你好，係咪嗌你樂仔啊？係咪？係啊係啊，樂仔。喺球場上啲人點嗌你啊？球場都係樂仔啊，因為由細到大都係，即係我係比較細個嘅一個啦，跟住就會成日都越級挑戰啊咁樣，所以多數都係嗌我樂仔。係啦，你經常性都係同大你一批嗰班人踢波咧，其實會唔會有啲壓力，或者定係嗰啲人好錫你咁樣？都唔會啊，其實即係對自己嚟講，覺得好有挑戰性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即係好早就接觸足球啦，咁開始。即係自己都係希望越踢越勁啊！即係希望可以同啲更加好嘅對手挑戰啊咁樣，所以會覺得好 enjoy 啦！即係可以對到啲更加強嘅對手。嗯，我諗喺我過往呢幾個月做嘅訪問裏邊咧，提得最多嘅人一定係陳俊樂啦。因為點解咧？無論我訪問啲前輩或者訪問啲同輩，都會提起你嘅。點解咧？因為啲前輩咧就話最睇好嘅年輕球員就係陳俊樂，新一代嘅偶像又係陳俊樂。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榮幸嘅，聽到咁嘅説話。咁我諗呢個係都可以係一個動力，俾我 push 自己做得更加好啦。即係既然咁多人都咁支持我，咁自己都希望可以 keep 住呢個水準，一路做得更加好咯。咁而其實即係喺我身邊都有好多，即係大家差唔多年齡嘅球員都有好多好嘅球員嘅，即係可能。大埔啊，一直啊，即係嘉耀啊、阿聰啊、王威啊，佢哋其實大家都係好嘅球員嘅。咁我諗就係都好需要一個機會係去表現到自己咯。香港即係我諗而家其實好難話有球星啦，因為即係可能我哋都聽過好多以前嘅前輩啊，即係佢哋都有講過以前嘅球員嘅能力啊。咁我諗其實而家即係。好難去達到嗰個水準啦，因為我諗訓練時間唔夠啦，即係以前會有體院，會有好長嘅訓練時間啊。咁而另外就係、是、即係可能嗰、那個、那個水平喺附近亞洲嘅地區都會一度咁樣進步啊，一度咁樣上升啊，咁變咗嗰個水平可能會差得好遠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其實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就係、是、希望即係你會不斷進步自己咯。即係可能有朝一日你會。可以去達到那個水準，但是我想而家暫時都未去到那個水準。你當時六歲啦，但係你屋企人幫你報過十歲班，點解要咁嘅咧？其實因為即係細個嘅時候同齡嘅足球啦，咁多數其實即係我自己平時會有練習啊，跟住又會同我爸爸即係佢都會親自咁樣同我練習啊。咁其實即係所以自己個能力比較好啦。咁喺細個嘅時候，咁就。於是都係希望想對啲更加強嘅對手，咁就會報大嗰啲啊，或者同埋啲教練都覺得啊，其實你個能力都足夠喎，可以試下踢大嗰啲，對啲大嗰啲嘅對手。嗯，你覺得你去咗英國幾年之後翻到嚟咧，同你同年紀或者同你 level 嘅上啦，同輩咧，有啲咩唔同咧？我諗最大分別係嗰、那個即係、就是、身體上面嘅對抗性啦，咁因為。在英國那邊對到啲對手咧，通常都會比較硬淨啦。咁然之後，即係大家可能喺啲誤波啊，或者爭波嘅機會啊，都會比較多衝撞嘅機會。咁就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我都記得第一年踢職業，即係踢橫濱嘅時候啦，即係都會即係唔會有嗰種對外援嘅恐懼咯，即係會對住外援都係希望仍然繼續咁樣去。去爭波啊，去飛鏟，去搶佢個波啊，咁樣。嗱，你係正面啲嘢講就係叫唔怕外援啦。咁但係其實咧，會唔會啱翻嚟嘅時候，你知香港足球嗰啲教練啊，或者球證嗰啲尺度都比較嚴謹啊 ，high 一 high 就爆啦。啱啱翻嚟踢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唔慣？會啊，其實即係好多時都係，我記得第一年嘅時候，經常係即係會攞黃牌咁樣啦，因為可能唔習慣嗰個執法嘅尺度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自己慢慢一兩年就。因為始終都是第一年接觸職業足球啊，咁就慢慢就會自己調整咯，即係越嚟越做越好咯。即係個足球嘅水平有啲分野啊，咁變咗香港嘅節奏係會慢啲咯，咁嗰邊就會球來球往啊，同埋另外就係嗰個踢法上面都有少少唔同係。香港有一種叫港甲化啦，或者而家叫港超化啦，即係話咧，如果水準唔高咧，踢一下咧，連啲高水準嘅球員都會拉低個 level。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咁嘅擔心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有根據嘅咁樣講，因為始終你每一次比賽就係一個即係令你進步啊，或者俾你訓練嘅機會啊。咁如果你永遠都係喺一個即係、
即係咁樣嘅節奏踢波啊，咁變咗你對啲更快節奏嘅對手嘅時候咧，咁就可能要時間去適應啦。咁但係我諗其實都係，即係呢個係好難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到嘅，我覺得。當時因為你本身都有機會可以留喺英國嗰度發展啦，因為外援呢個身份，啲辦工作證嘢都做唔到，情況同阿梁樂涵有啲相似啦。會唔會覺得啲可惜？咁一定會可惜啊！即係始終去到嗰度，咁都好希望可以越踢越好啊，甚至可以踢到職業啦。咁但係呢個難題都真係好難解決。咁同埋可能即係如果要解決嘅話，可能要即係要揾 agent 啊，要有要投放好多時間喺嗰度啊。咁但係當時就係冇咁嘅能力啊，或者冇咁嘅知識去做呢樣嘢啦，咁於是就決定咗翻嚟香港踢職業，咁就同埋而家就係一邊讀書一邊踢波咯，係。一邊讀書一邊踢波，其實係唔係比較難見？其實都會啊，即係自己可能即係都好想去專心訓練咁樣，咁但係有時都係可能會撞咗一啲上堂嘅時間啊，或者有啲考試啊，咁就變咗點都會一定有少少嘅影響嘅。浸大咧，啲同學有冇人其實，咦？呢個咪踢波嗰個陳俊樂有冇咁樣？即係有時都會係啊，都會慢慢即係由可能由 Year One 冇咁多人識啊，咁跟住慢慢之後自己開始踢得越嚟越好啦，又入咗香港隊啦，咁就會都有更加多人識咯。咁就即係自己都開心嘅，因為即係可以係有個少少嘅滿足感啦，咁自己去 push 自己做得更加好啦，咁呢個都係開心。你同阿堅 Sir 李志堅啦，關係都好密切啦，細細個佢已經睇住你大啦，點認同呢個教練？接觸得比較多係由我翻嚟之後第一年踢職業，咁就跟住一直都係跟住喺佢嘅球隊裏邊啦，咁而一直落嚟都係即係睇到佢都好好重用我啦，即係可能喺第一年嘅時候都有啲好。有啲好即係個人犯錯喺比賽裏邊，可能會係啊，會好多犯錯咁，但係佢都即係好包容，俾好多機會我哋咯。咁就然之後慢慢自己都一路因為有更加多嘅比賽嘅經驗而一路成長咯，係咯。成班啊，堅 Sir 睇到大嘅小朋友都好 friend 好熟啊，同佢哋嗰班朋友裏邊最好感情係邊個啊？最好感情我諗都係即係細路咯，梁國恆啦。咁因為我哋細個其實由小學開始已經係隊友，跟住就係一路中學嘅時候又去咗英國啦一齊，跟住其實所以係一路大家都係一個戰友咯。然之後係成件事係好正嘅，即係如果第時可以再一齊喺香港隊嘅一隊啊，一齊出正選啊，咁其實真係一件都好鼓舞嘅事啊，係啦。好多人咧就話而家入籍兵當道啦，即係華人球員冇乜機會啦，你啊差唔多係絕門嘅一路嘅一兩個年輕球員，你點睇而家呢一批嘅年輕球員？即係年輕球員最需要嘅就係機會咯。咁我自己都係好好彩，好即係無論係香港隊啊或者球會啊，都俾咗好多機會我，即係。雖然我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啦，咁但係好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平台啊，去表現自己啊，同埋有一個好的機會係可能可以有多啲出場啊，咁就可以令自己更加進步咯，係咯。O K， 嗱，即係唔係踢大會啦，所以攞冠軍嘅機會唔算好多啦。咁係咪就係攞喺飛馬攞兩個冠軍係第一次攞冠軍？係啊係啊，嗰次係第一次，係好難忘嘅，即係因為始終係第一次啊，咁就。同埋同一班隊友分享呢種喜悦啦。咁同香港隊即係踢港澳球際賽啊，攞省港杯攞嗰個就分別係咩咧？咁一定係爭好遠啊！因為始終球會可能係即係嗰啲可能都係踢一場嘅比賽啦。咁但係球會係可能會對到更加強嘅對手啊，即係可能我哋有機會係贏到傑志啊，贏到南華啊，贏到一啲即係。自己細個以嚟一路睇住嘅傳統班霸咁樣，咁所以係嗰種興奮係好難言。嗱，老老實實啦，你踢得咁好啦，又即係個個注目啦，冇理由東南傑飛呢啲唔揾你噶嘛。咁即係南華傑志東方一定要揾佢招手，點解而家都仲唔去咧？咁其實最主要原因我諗係自己而家讀緊書啦，咁同埋以前都有好多球員即係佢哋會。即係踢得好嘅時候，就會去加盟咗一啲大球會啊。咁但係
我諗個 timing 係好重要，即、就、係、是、一定要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咯。因為如果我去到嘅時候冇機會去出場啊，咁變咗對自己嘅發展都唔係咁好咯。咁我自己就認為自己係仲有好多，即係仲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喺一啲有更加多出場機會嘅球會去比賽咯。或者咁啊，你啊對過咁多外援啦，又對咁多入籍兵啦，你自己覺得你對過嘅對手裏邊或者同隊嘅最好波嘅外援係邊個咧？我諗最好波嘅外援應該係費蘭道啦，即係而家喺傑志嘅費蘭道。咁因為以前喺奧迪嘅時候，大家都一對過，咁無論喺練波或者比賽上邊都見識過佢厲害。咁然之後今年佢就即係上年啦，佢就去到傑志啦，咁見到佢越踢越好，越嚟越有信心，咁然之後就係仲攞埋呢個足球先生啦。咁其實都係睇到佢即係嗰個技術好好啦，同埋嗰個速度真係太快，即係可能防守對住佢根本就係冇辦法招架。有冇試過俾佢逼到係咁扭過你啊？喺以前練波嘅時候係經常都會，即係基本上一打一係俾佢過緊咯，所以係一定係要摟低佢啊，或者可能要兩個去夾擊佢咁樣。你覺得自己真係喺同一個層即係年齡層面嘅球員當中，係有啲領導才能，或者覺得自己有啲超班？其實我自己都即係我唔會認自己係超班咯。咁自己其實都係一路都係喺比賽累積更加多嘅經驗啦。咁我自己可能我踢法係比同齡球員唔同，就係可能我係即係比較硬淨啊，即係個對抗性比較強咯。咁呢個我諗係日積月累嘅，即係由細個一路對啲大個啲嘅對手啊，一路去咗外國之後對啲更加硬淨嘅球員啊，高大嘅球員啊。咁呢個係由細到大培養出嚟啦，同埋即係都顯露到自己嗰個性格啦，即係自己嘅性格都係唔服輸啊，希望可以成日都係會挑戰一啲更加強嘅對手咯。咁呢個我覺得係自己最大嘅特點咯。咁你有咩缺點咧？自己缺點其實我諗係個技術方面，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即係嗰個叫做咩針冇兩頭利啦。咁就即係唔會係話即係我呢一方面會比較強嘅硬淨，咁但係可能技術方面就會冇咁好咯。咁所以就係我諗自己要更加再加強咯，即係可能無論係遠射啊，對中場球員嚟講係好重要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加強自己呢方面。而家又係球迷有嘢問嘅時間啦。好，第一題開始啦。阿 Lolo 就問你點睇大學食飯時候周圍好似好多明星咁樣睇你嗰啲同學？其實都唔係，即係可能都係有時望兩眼啊，即係可能喺度望一望，咦呢個傳傳落喎咁樣。咁但係都其實都冇乜嘢自己。Jackie Man 應該識你嘅，佢就問你點睇全世界得我叫你做新三浦之良喎？新三浦之良其實我諗都始終位置上有啲唔同，所以都好難比較。好，下一題 ，Evan Chan 問你覺得自己唔踢波會做邊行？唔踢波啊？可能我會想做消防員啦，因為我爸爸即係細個都係，即係我爸爸係消防員啦，所以細個都有個即係通常爸爸都係一個偶像咁樣，係。好，下一題，威亨車問你有冇機會翻翻東方喎？都可能有嘅，即係未所有嘢都係未知之數咯，未來嘅。好，阿林欣婷就問你，如果有幾間外國球會要你想去邊度，即係意思係想去邊個國家發展？哦，咁如果發展啊，即係可能都會希望可以去到中國啊咁嘅地方咯，係咯，因為可能比較鄰近啦，係咯，比較一個接近嘅機會。係，細多問你喺足球方面有咩短期目標啊？短期目標啊，希望喺嚟緊兩場香港隊比賽可以都取得入球，係啊。好。知唔知請問你下屆仲會唔會留喺大埔啊？下屆呢啲都好難答。好，阿 Ken Yim 就問點解咁中意踢波？中意踢波，我諗係細個嘅時候，因為睇咗一屆嘅世界盃啦，咁就跟住就開始慢慢培養到個興趣，咁就然之後一路都有即係足球帶俾我好多嘢咯，好有滿足感啊！令我黃海就問你有冇小時偶像喎？小時偶像我諗係史高斯啦，因為我諗好多人都視佢為偶像，即係佢嗰個長傳好勁啊，同埋即係細細粒嘅身形，但係又好硬淨。
咁你着十六號同佢有冇關嘅？都其實都冇關嘅，即係我十六號係，即係我諗算係，因為哥哥以前都踢波嘅時候都有着十六號嘅，咁就跟住我第一年踢職業嘅時候都冇話特別揀咗 number 嘅，但係就 offer 咗十六號俾我，咁好似一個緣分咁樣咯，所以自己就 keep 住希望我可以即係一路努力繼承自己。即係同哥哥以前細個嘅夢想啊，即係可能踢足球，可能係咯。好，最後一題啦。阿 Shailene Chan 就問你，點解兩年前喺飛馬可以企穩正選，都要翻大埔？其實都我諗都有目共睹嘅，即係大埔其實係，即係大埔其實都係一隊好嘅球隊啦。上年我哋都憑住各位球員嘅努力啊，咁可以攞到冠軍啦。咁其實即係證明咗大埔都係一支好球隊咯。你睇緊嘅係香港本地足球專區，我係陳俊樂。